阿聪，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奥特曼。是啊，光真的消失了。昨晚奥特曼之父去世的消息轰动了整个网络，或许谁都没想到这个用双手创造奥特帝国的男人会以这种方式让大家记住他的名字。一风大二，原名四田国志，193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他，倾注一生的心血创作了奥特曼系列等经典漫画。跟远古婴儿先生一样，他用不同的形式赋予了奥特曼生命，让懵懂中的少年们一次又一次相信奥特曼，相信光的存在。只是这一次，光真的要消失了吗？或许奥民们更愿意相信一风大二先生并没有离开了人世，他只是去往光之国和老朋友远古婴儿叙旧去了吧。你是什么人？我是奥特曼，从 M78 星云来。